看到大陆的军机来了，或是大陆的飞弹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比较简单的口诀啊，叫弹机弹机弹啊，对方一定是第一阶段会运用到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给你洗地嘛。以目前这个大陆解放军来讲，他们的这个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号称大概有1500颗左右，但是他们的发射车大概是250辆，这250辆发射车发射完一批地对地弹道飞弹之后回去哦，那个预备位置再装第二颗，然后出来再打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方第一阶段看到他这可能大概250颗飞过来，这时候我们就要运用到包含北部、中部、南部的爱国者，还有我们未来的天宫飞弹啊，对它进行一个一体拦截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你第一批一定要拦到，而且第一批要能够最大限度的拦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我方承受到第一级的时候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潘朵拉的盒子就打开了，你就不能够再给我封手封脚，说我不能够怎么样了。你都已经打我了，我不能反击吗？那对美国来讲，美国被打了，美国也会反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反击了。